今天一个主题讲关于靠着神的灵感悟一个主题啊。首先，我们先把这个认知，就是说，在各个国家里边，我们所谓的神仙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就是各个国家的神仙，最多的，对吧？因为我想把这先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嘛，就是说，各个国家所坠落神仙，其实都是坠落天使，不管他是说玉皇大帝也好，观音菩萨也好，佛祖也好，啊，他们都是坠落天使。对吧？坠落天使到各个国家里面化身为各个国家的神仙啊。以前我赶鬼的时候呢，有一个里面那个鬼自己说自己是玉皇大帝，啊，比如说那是玉皇大帝啊，还有那个佛祖，我们佛祖没见过，就是玉皇大帝有一个，然后再就是什么狐，就是什么仙。什么动物？黄鼠狼大仙，主要这是黄鼠狼大仙，是吧？如果他们，你看，现在问题是什么？如果他们真的是玉皇大帝、黄鼠狼大仙的话，那么他为什么会被干吗？所以说你，对吧？所以你们就知道了，就是说，在各个国家里面，不管希腊神话也好，中国的那些神仙也好，美国神仙也好，各个国家神仙也好，他们其实都有坠落天使，知道吧？对吧？包括什么祖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听到什么祖宗，哪个祖宗上身了，哪个祖宗上了身上了，这些都是谁啊？所以说你们必须要这个思路清晰啊，以后不要问这样问题了，哪个老祖宗上人身体了？是不是灵魂？是不是某个人的灵魂上去？都不是。人死了呢，要不然你在乐园，要不然你在阴间，知道吧？你就不可能再上来扩展身体，知道吧？全都是什么？全都是坠落天使。他们由我们以前的记忆，就是由以前你祖宗，比你父亲啊，你爷爷啊，你太祖爷呀、啊，他们有记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记忆是很清楚的。所以说。包括佛教里面轮回啊，他们讲说谁谁回啊，谁回就魂回啊，对不对？那全都是这种坠落天使，就是迷惑，对吧？他们是迷惑这个万民，你知道吧？搞迷惑了，也不存在神仙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们从这个角度，你们就明白了，原来魔鬼呢啊是可以上人的身体的，没有什么神仙啊，神仙都是坠落天使啊，都是坠落天使。所以说呢，把这个针对于被鬼附的身上，有人说有个灵在我身上啊，有个灵或者有个神仙在我身上，那么我们知道了，原来这个人是被鬼附了。有个灵或有个神仙，你就知道了，这其实这里面是有个魔鬼，明白吗？比如说三太子附身了，魔鬼附身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被鬼附身的人呢，被鬼附身的人呢，我分为几类，毕竟赶鬼。通过我现在基本上赶鬼的人数呢，达到了接近二百个案例左右。因为你知道圣经里面写的赶鬼，其实呢，很多呢，他没有写，只有马可福音写了在一处写了一个详细细节，你知道吗？详细的细节是不是？所以只有马可福音讲述了一个在坟墓地里面的啊，就是那个魔鬼有大力，那个锁链都中啊，很多人就压制不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其他的地方呢，就是说对于魔鬼的被鬼附这个事情呢，细节其实很少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但是实际上什么，在我们真实的案例当中的话，其实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被魔鬼附身的原因是太多了，就被鬼附身这个事情，这个原因太多了。所以说并不是单纯我们认为的，你说让魔鬼走他就走。因为你要知道这个，你能不能让魔鬼走这个问题，其实牵扯很多的因素，
那么你请问一下，魔鬼为什么能上一个人身体啊？你要找问题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就好像一个人得了大麻风病一样，对不对？大麻风病，对不对？大麻风病好之后，他们为什么要找摩西那个祭司们去看呢？你想不想过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得大麻风病，但是好了以后呢，要到祭司那里面去给他们看一看？原因是什么呀？对，这很重点，就是说这很重要的一个，就是说一个人，首先啊，一个人不管是得一个人得疾病，还有这个疾病的问题，我都要今天都要讲一讲，因为这些话题呢，我帮我把这些事情搞明白了。首先呢，这个疾病呢分为什么？是自然性疾病，分为这个疾病是分为自然性疾病呢？自然性还是说这个非自然性？就是说刻意性的，然后。应该是怎么说呢？因为最引起的就是这样的词，这样单词最引起的就是什么叫自然性疾病？就比如说我每天啊打文那个写字打文章，对不对？我前几个月之前，眼睛上有一定，你看有一定的去看，我的腰很痛了，我的腰我走路都很痛，我就这样走，这个痛很厉害的痛，每天在做什么？腰上很就是。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腰，这腰痛不？痛不？痛不？他每天都痛，他每天，我都觉得这个腰好不了啊。他别人都说你完了，你的腰完了，你的腰完了。你就我，因为他每天痛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治，治你能治好啊？腰痛能治好吗？我也不能。但是呢，你看没有？这李弟兄他们就说嘛，就是说用那个木头板子，水木头板子，哎。睡木头板子睡两个月，好了，叫还每天自己叫，这个就现在就不痛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还有这个作息啊，各种各样调整，然后再就是那个木头板子，就是说那么你这个问题的话，你就是说你自己把自己的身体给搞坏了，这东西属于自然性，自然性的话，你说祷告神可能也是怜悯，但是呢，其实自然性疾病的话，自己搞坏的话，可以，你要调整你的工，调整你的生活方式，对吧？你要学会调整方式，不要所有的一切都是学的啊，是不是？魔鬼搞的呀，是吧？是不是因为其他人搞的？可能是因为你的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搞好，对不对？是。你的生活方式没搞好，你比如胃不好，可能也是因，有时候也是因为那个你吃饭是饮食不对呀，哪个地方不对呀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说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去找一些这样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自然性疾病。那么还有一些疾病呢，是真的是因为什么？是罪引起的，对吧？有的疾病是因为真是因为罪。那么罪引起的问题呢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必须要得到神的原谅，他必须要得到神的这种和好，就是说他必须要跟神和好，神原谅他，对吧？有些疾病是因为罪严重的东西，所以说他必须要跟神和好，神愿意原谅他，通过祷告，对吧？你记不记得那个瘸子在那个第十大那个瘸子，对不对？他其实那个东西，他那个瘸腿儿，就是因为罪引起，他因为罪引起，所以说耶稣赦免他罪，然后告诉他，如果再犯罪的话，以后比这个更狠。对，啊，所以说我们先把疾病啊分为这个自然性疾病跟这个。非自然，因为罪引起来了啊！为什么你们要知道这些东西？因为你们知道的那些这个被鬼附这个事情，咱要回来，被鬼附都属于非自然了，被鬼附的都属于非自然，你知道吗？被鬼附，被鬼附，那被鬼附的这个原因，你们知道什么吗？它属于非自然的，它属于什么？被鬼附了，你们一个人被鬼附，一个人从被自然就被鬼附，是。对吧？所以说，我们要明白，一个被鬼附的人，他其实是得罪了谁呀、啊？对吧？他是与神为敌，你知道吗？他其实是与神为敌。我们要明白，那他与神为敌，我跟你讲，他如果与神为敌，只有谁能释放他？神，只有神释放他。其实就是目的什么？神愿意不愿意的问题。其实是神是愿意呢，还是他选择是不愿意？是神的愿意和不愿意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搞明白，一定搞明白，就是说，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个什么，你的权柄高过于神的权柄，
很多人呢，就是当时看圣经可能会有个错误的理解，错误理解什么？你奉耶稣名了，什么都好，什么都好用，无敌了，是的啊，无敌状态了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不是，他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什么？神家的，因为像被灵恩派所利用是吗？他们想说求告什么就得什么，对不对？这是被灵恩派所利用了，因为呢，耶稣基督所说你求什么得什么，它是建立在什么？这些神家的仆人使徒们都是什么？认识神，知道神的法则什么？神的旨意里边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一个神家的一个仆人，就是神家的仆人，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法则，就是神的法则。你求告神，他是有边边框框的，他的法则里面是有边边框框的，他不是说就无限的往外扩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能不能理解？就是说神家我们神家的仆人做工都是神的法则里面。他不可能是做一些违背神的旨意的事情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就包括比如说神让撒母耳献祭，对不对？扫罗王就不能擅自献祭，那么因为啊，我奉耶和华神的名我献祭，你想想，你奉耶和华神的名献祭了，你以为你是无敌了，神就没有让你干个事，对不对？然后耶和华神怎么评价扫罗王？顺服，说你献祭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，为什么是灵派？就是灵这。为什么灵恩派里面这个灵，就是说这个灵非常混乱，是因为他们这个灵根本就不出于神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的法则，根本就不建立在神的法则。他们认识神，包括怎么圣灵重生，他们不通过真正的圣灵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标准圣灵重生，他们都想快速建个殿，对不对？快速打开弄个殿，然后干这样的哒哒哒哒，对吧？还有很多人去了为了干什么？求恩赐，求能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这样是为了求能力，求能力这东西，但是他违背了什么神的法则？为什么耶稣说不是喊主啊主啊人君王天国，而遵循他旨意人，对不对？那么为什么灵派里面也有什么也奉耶稣名赶鬼的，也有奉耶稣名赶鬼，对不对？也有奉耶稣名的行神迹，都有，对不对？但是个问题是原因什么？他们为什么最后耶稣就说什么不认他们？就是因为什么？不是喊主啊主啊人君王天国，而遵循他旨意。什么的旨意？他法则就是旨意，是的，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法则，神的法则就是神的旨意，他们两个是什么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不是喊主啊主啊人，也不是说你奉耶稣名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是说一个人不是有一个人有疾病啊，奉耶稣名字这里好就好，你奉耶稣的白奉了也白奉，好了吧也白好，反而成为什么魔鬼的傀儡，原因什么？他违背了神的法则。他不知道神的心意，他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，他只是为了做着好像干什么，好像赶快这个事赶快做，然后呢拉人头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他们为了做这些事情，不就是那么，比如说那么特会，为什么灵恩派特会聚一次每次聚会都是两三万人？原因是什么？他的吸引力在于什么？有意志释放，没有意志释放的话，谁去啊？你妈推，你看多少人推着轮椅去了？要听轮椅的。都去什么干什么？就试试，你知道，试试手，到底行不行？正好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中了谁的诡计了？魔鬼，对吧？中了魔鬼的诡计了。因为魔鬼呢，就是干什么？喜欢你干什么？不寻求耶和华神，不去认识耶和华神，而是干什么？赶快寻求，对吧？看看医治啊，对吧？修神迹啊，对不对？你这样的话，你这样去求的话，魔鬼，因为魔鬼有这东西。对不对？魔鬼是有能力的，那他们是从天上下来的，他们既然能在各个国家里面能站住脚，说明什么？人家是有能力的。那么你说，你觉得埃及法老法术师们不能做医治吗？对吧？不能做个医治？你有什么疾病？他们也会祷告他们的神为你做医治。那么你怎么说？佛教里面拜了菩萨里面没有医治吗？也有，对不对？这。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人？就有的吸引人，对不对？他会有一些什么能力，但是区别在于什么？那么当灵恩派跟各大宗教里面其实有相似性，什么？他们都会出现某种能力，但是问题在于什么？他们都并不追求耶和华神，对吧？他们并不想认识耶和华神，也并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也不知道真理是什么，
那么你他们所以说他们搞的话，那么最后搞成就变成了就是走火入魔。最后呢，他们就会走火入魔，因为魔鬼就是利用他们的这种喜好，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呢，拉他们进入他们里面。这个能理解吧？对不对？所以这块你这个思路清晰的话，你就知道了。赶鬼的问题呢，是吧？首先呢，在同时呢，我可以再重申一次，在各大宗教里面没有赶鬼，佛教不赶鬼，道教不赶鬼啊，道教也能处理，就是说他认为什么有好鬼坏鬼，但对我们而言都坏，都有坏鬼，对不对？那么好鬼就要接纳嘛，好鬼就咱就要接纳他们。对吧？咱也不会这么说，对吧？所以说他们有他们定义，对不对？因为所以说，各大宗教也好，包括灵派里面也奉耶稣名的赶鬼，但是你们如果仔细去查看的话，他们赶鬼的同时呢，会发现另外一种现象，赶鬼又被鬼附，啊，所以说不是说外线他就是一定是赶鬼，对吧？包括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那几个祭司的儿子们。也奉耶稣名的赶鬼，是吧？他们相信灵界存在，魔鬼也出来说说话，是不是？魔鬼也出来说说话嘛？但是他说话不一样，说保罗我认识，耶稣我认识，那你是谁？也出来说说话，对吧？你不能说出来说那他们的行为，他们奉耶稣的名字，他们这个行为是赶鬼的行为，对不对？咱对不对？他们也是去，他们这帮人七个祭司的儿子们也去赶鬼，不能说不去赶鬼。也奉耶稣的名去赶鬼，对不对？只是说什么？只是赶鬼不成功，然后呢，又被鬼附，对不对？你去打魔鬼，然后被鬼附的问题，所以你要去想，不是说去赶鬼的这件事情存在，就一定是真正的赶鬼，能不能理解？啊，所以说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，就是希望你们把这些思路、把这些定义搞清楚了。不要认为赶不要认为所有人都会去赶鬼，都奉耶稣名字赶鬼就是赶鬼，对吧？包括以前在传统教派里面，他们也去赶鬼，对不对？他们的赶鬼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大家们围绕一个圈儿，也是赶鬼，再奉耶稣名字赶鬼，这是魔鬼不理他们的，是吧？灵派相信有灵界也去赶鬼啊，那个灵出来说话吧，行，那么咱一块儿。那魔鬼跳到他们身上，然后呢，你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这灵派几个人长牧师长老去赶鬼，你比如说我给东哥赶鬼，找这帮人这三个人去了，这给他赶鬼呢，这三个人被鬼附了，但是被鬼附了嘛，这又派了一群人，再去给李弟兄和赶鬼，赶鬼完之后，你这群人又被鬼附了，然后再这帮人就对。如果这就是群，你赶了，对吧？串就是说连串儿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人我很有意思，你以前一个叫赵子明的人很有意思，他们经常出去赶鬼，然后他们经常出去赶鬼，那鬼现那个这个现身啊，就是那个以前认识一个赵子明的，叫不是我们现在认识，以前认识赵子明，经常给我介绍被鬼附的这个信徒，很有意思，经常介绍被鬼附的人。他们有一个好像个团队，你知道吧？经常出去给人赶鬼。然后某一天啊，就给我私下我说，牧师，可以帮我看看吗？我说你怎么了？你不是天天给人赶鬼吗？是吧？好像有鬼跳我身上了。这个事儿搞的，我说行，我给你祷告看看。祷告之后呢，他真的有鬼。啊，我才发现了，原来你们这帮人出去赶鬼，你们这帮人都是被鬼附了。哎呀，你没有这样的经历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嗯，就是既然一群被鬼附的人出去赶鬼，鬼赶鬼嘛。大家这么去赶鬼的时候，那鬼有外显，也太有外显，你知道吗？嗯。这个你说这个鱼，所以说鱼肉为什么是鱼的时候呢？不要只是单方面，看鬼现身了，鬼就鬼出鬼样子了，就在赶鬼，不一定，对吧？你要多重考察很多的细节因素，到底现在怎么回事？这个人因为被鬼附，
对吧？因为鬼是因为魔鬼是不敢鬼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因为两个魔鬼，他奉耶稣的名字，那鬼人彰显一下，也说明不了什么东西。对，对不对？也说明不了。是吧？念力有福，外力有福。对不对？所以这些现象呢，就是说你们把这个东西给搞清楚了。同时呢，就是说被鬼附的人呢，是得罪了耶和华神。其实呢，就是说跟神为敌了。那么跟神为敌，我也发现有的人赶鬼好赶鬼，有的人不好赶鬼。有的人好赶鬼，好赶鬼的原因是什么？首先被鬼附的原因有，首先拜假神了，就先拜偶像了和祝福这样的人，然后再就是自己犯罪的人。最难的是什么？自义、自以为意、骄傲自大。我发现说，在赶鬼过程当中，这个是最难的，骄傲自大这个事情是最难的，因为骄傲自大的罪吧，跟其他的罪还不太一样。啊，对，骄傲自大，自义还有不饶恕啊，还有一个不饶恕人了啊，就是不饶恕人这个罪，自以为意、不饶恕人的罪，这两个罪是最难的，因为什么？这是从一个人能从心里面饶恕一个人是很难。一个人从心里面能饶恕一个人是很难的，他必须建立在对于耶和华神的认识上，真正从心里面饶恕，你知道吧？对不对？因为魔鬼控告一个人，肯定是某个罪进行，对吧？如果只是以前拜过偶像，如果以前只是因为错误的拜神、错误的拜假神，或者说以前后生祝福，这个是最好赶鬼的。相对赶鬼而言，就是说以前后祝福这人，因为他只是。他这个罪呢，也因为他也容易有悔改，这个是罪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罪也容易悔改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拜假神这个罪呢，是最容易悔改的，对吧？但假福音不一样，但假耶稣就很难，因为拜假耶稣的话，就变成自以为意了。是的，对，拜假神的话，他可能意识到啊，以前拜佛啊，拜佛祖不对，他很快会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他也会愿意从心里面看什么，啊，我不愿意拜佛。我不愿意拜菩萨了，对不对？他可以从心里面拒绝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很容易的。但拜假耶稣的话，他要否认他以前的福音信仰，这个就很难，对吧？然后因为某些罪进身的话，还是相对而言，比如说淫乱罪就是说喝醉酒啊，就是醉酒啊，淫乱罪啊。虽然这个罪的等级挺大，但是呢，相对而言就是什么？你能意识到错误，对吧？你能意识到这个罪行的话，还从心里面还是可以的。罪酒的问题，说以后啊，我不要这样做，对不对？但最难的发现什么？自义和这个不饶恕，自义的一种骄傲自大，这个是太难了。为什么？这个人的骄傲起来，人骄傲起来，你说啊，我然后我不愿意回答，我不骄傲，你能不骄傲吗？你只是，所以说这个骄傲的问题，我发现有个问题是什么？他不是说他不是能这个，他不能自己意识到自我的骄傲，这个是一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他不能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骄傲自大，像路西法的罪一样，人的骄傲的罪是一个极其极其困难，除非他真的能谦卑到一个地步，那但是。达到这样谦卑，他对神的认知度很高，对自己的认知度很高，他能达到这样谦卑。他不是一下子他就能自己认识到，哦，我今天不骄傲，你能不骄傲？就说一说，你别骄傲，我几乎建议告诉你啊，千万别骄傲，说我愿意不骄傲。你说这些话，你说有没有意义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骄傲和骄傲和谦卑不谦卑是个什么问题？它不是一个表面问题，它是个深度问题，对不对？意识到，你比如说以前我拜佛祖、拜偶像，对吧？我以前拜偶像，我很快会意识到我不拜了，这个很快，因为这个问题是很快被发现的问题了，也可以从心里面愿意说嘛，我不拜佛祖行不行？我不拜菩萨行不行？快不快？这个就快。淫乱罪，你像醉酒啊，淫乱罪打人、骂人，或者说一些情绪波动啊，或者也会引起来，对不对？但这些罪呢，以后很快会意识到啊，这个事情确实得罪神啊，我也不愿意做了。这是好意识到，但骄傲这个自义这个问题呢，是最隐藏是最深的。骄傲这是最深的。你像你告诉我，
啊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是没话说了，这个东西，咱我都很想帮，我都很想帮助他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吧？就是说，你像伊丽上天，人家也说了嘛，那他那个水，那么你渴不渴？那他就绕，那喝那个杯子绕来绕，绕来绕，就是嘛，你到底喝还是不喝呀？你到底喝不？就是你没用，就是像这样人呢，大就赶鬼的同时呢，在赶鬼的时候呢，他我发现我赶鬼的时候，他会在想，哎，那么耶和华神明明知道可以看我未来，为什么不拯救亚当夏娃？哎呀，赶鬼的时候在想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耶和华神不拯救亚当夏娃？他不是明明知道看可以看到未来吗？他为什么不呢？那么你说这个事情，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办？他就会在想这个问题。没法，对吧？赶鬼的时候，他一边赶着鬼，一边质疑神。啊，这所以说我发现就是这个人的有时候这个难度系数呢，是他自己都没有想跟神和好，对不对？他自己做不到跟神和好，我怎么能祈祷人神啊？能不能原谅一个？给你危机的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好比什么呢？你比如说有人做手术，他应该是100%对这个医生是很信任的。我躺着的时候，现在很难弄的是吧？你拉也好，你拉也好，反正疼我就忍着。但是呢，如果是躺上去以后，刚想再动手，哎呀，别打好屁儿啊，别打好屁儿，对吧？刚想动。哎呦，我说快疼快疼快疼！别打我这个筋啊！你说是你做这手术呢，咱这个医生做的，你说你这是吧？这很简单道理。你比如说，我们都相信神是全能的，对吧？我们有罪，他爱我们。去了以后就别质疑了，我有病，我需要医治。那很简单，我躺着就顺服、感谢、哎，期待被医治，这个心对。假如你刚一动手术，哎呦我天！别打个屁啊！啊，我天，别打个屁儿！你缝，你怎么是两针缝啊？你说你个好了吗？舌头没有？普通话还得听你的。普通话我就说，比如说医生刚才给你做什么事儿，你是外行对吧？你用你的理解说，哎，这样能行不能？你就这样质疑的话。你的心你其实你不相信的，对，不信，不信。你比如说你到这个一个病人到医院让医生看病，我拿什么药，给我开个什么药，是吧？让医生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拿药。那么你说你是医生呢，还是医生是医生？所以说就是说有时候被有人自己的东西会不经意的出，对吧？因为什么？他打你的时候，你得疼你不忍，不脚疼，不顺服，那么你就会你自己就得，快别给我嘎破我的皮，嘎破我的筋，也别给我动我的骨头，那这也不动，那也不动，你说到时候这医生是干啥不干啥，你就无法谈了，对吧？这个活就是这道理很简单，你就交托顺服主啊，我是最，对吧？我愿意被你连累，对吧？对吧，你愿不愿意？真的很愿意。我知道自己不好，知道对了。我如果不知道，你告诉我，我愿意不愿意？对吧？因为不认识你，犯的罪，请你赦免。有这种心态的话，这个医生一刀刀很顺利，一样不用给你对这些话，一样不用给你讲。有时候还讲起来，你这样的话不叫你干了，不叫你做这个手术，那么医生你有病不改，你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对啊。你就说有的人呢，顺利的很快。因为什么？他疼，他忍着，他也放心，也交托，也没有自己在挣扎的事儿。你越挣扎越难，他得往三个人摁着你做手术，又耽误了时间，又错过最佳治疗时间。对，那么这就是你自己造成的。你赖医生啊，还是赖摁你的人？你不使劲摁着我，那么摁你一气吗？你谁让你这么来的？这就是一个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。你配合医生很顺利，你不配合，有可能因为你一哆嗦一挣扎，这个刀子嘎偏了。你说赖医生呢，还赖你？啊，赖你，谁让你给我嘎的？那么你谁让你弄的？是吧？这个东西很简单道理，
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呢，医生的活是要从心发出，你认识自己，你可不如就那么好办。你的心你自己这事那事，你都比医生都厉害。有病的需要医生，那你没病，没病你或者你自己是医生，你慢慢治吧。所以说发现啊，就是说人的大脑混乱的人，还有这个精神疾病患者，精神疾病患者不是说代表他们智商低啊，精神疾病人不代表智商低啊。像高楚欣啊，以前都是他都是全班前几名，智商很高。像我现在最近给那个贵州，就是广西的一个姊妹的，反正也是女儿，他们全校那个全班排名都很高了，学习能力都很强了，现在说那个高中的，对呀、啊，人家都很高，人家不是智商不是低，你知道吧？人家也不是说心，你很有意思，你太有意思，你看了，他们心也不是不坏，哎，看没有，智商不低，心也不坏，被鬼附、啊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东西看不出来，高楚天说话很柔和呀，对呀、啊，哎，你好呀，对，对吧？需要帮助。对吧？租了个房子之后呢，还把人家房子装修装修，愿意，对吧？换看着马桶不好吧，换个新的马桶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墙不太好，再贴上去，贴墙。对，人家这灯不太好，给人家换更好的灯。那么人家心不好吗？嗯。人家心不好吗？对吧？心有很好吗？明白吗？心眼好吗？没有邪恶心了，哈哈，心眼好，邪恶心，还有修女心，然后智商也不低，那怪事儿了，哎，发现是怪事儿了，真是怪事儿了吧？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事儿？人家心也不坏呀、啊，那魔鬼能不能不找个心坏的人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发现没有，耶和华神法则的问题就在这里，嗯。你发现没有？耶和华神法则没有？为什么说他阻挡骄傲自大的？阻挡骄傲自大的，赐福给谦卑人，就在这里。看到了没有？嗯。其实什么？耶和华神最痛恨什么？骄傲自大的人，自义的，这是最痛恨的人。嗯。所以说你自以为意，你自我骄傲自大，其实你如神，你如神了之后呢，你做什么事都是低级度。嗯，是的，对吧？嗯，以前呢，我也没有深入去聊，就是说以前还发现说被鬼附可能因为罪，但是越来越发现这个事情就是什么，人不看外表，就是耶和华神真的看你的外表，你好与坏，现在大家不看，居然看你是不是一个如神的人，自以为的人。为什么就那个税吏祷告说，对吧？他税吏可能也没什么做什么好事儿，但是呢，更加看清楚自己，对吧？主啊，对吧？我是一个罪人，请你赦免我。对吧？他更不光天都不敢，对不对？他更多看清楚自己，自以为意的人呢是干什么？他是很看不清楚就自己的。所以说，你做你的心，你说你的心多善良，没什么用。你爱心善良不善良，你就是个骄傲自大人。针对骄傲自大人呢，我跟你讲，他如果不能从他上面下来的话，我跟你讲，谁都拯救不了。这样的人，我跟你讲，谁拯救不了。因为还有一次在青岛，那个吴鼎介绍就这个那个人，人家也是做工程的，人家一个月10000多块钱或20000，做工程，人家智商也不低，做工程的人家，对不对？然后一进门穿上白色的衣服，这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白色的衣服他很圣洁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说，他先夸口说，我写的神学书籍吧，我这个领悟度。也是这个世界级别了，不就是吗？这是他自己说的，这是他自己说的，他哲学高度多高，对吧？上了火车，被一个行法术师的人攻击了，然后就说：“哎呀呀，真厉害！”你想想，这样的一个人，看他样子，看他思维逻辑了，马上就要让精神疾病院。对，那个一进门拿着包，一进门本来穿另一个衣服吧，赶紧拿个白衣服，这么长的白衣服套上，剩下穿了白衣服，就是在包里边来的时候不是穿的衣服的，人家就坐起来。
像这样的一个人嘛，那么里面有鬼对吧，也能显现，所以说像这样的人就很难，就是说混乱的人，精神疾病患者真的是离，就是反正吧，他们的精神疾病，像精神病患者回来也很难，因为精神疾病是什么原因，是骄傲自大，是太骄傲自大引起来的自我精神疾病，你知道吗，就是把自我发现跟就是那些马上到精神病院里面的人呢，马上就要确认跟他们交流，发现他们有很共同特点，他们认为他们的思维逻辑都是对的，嗯，对，自我感觉太好了，就是嘛，他们认为他所有东西，他什么看所有人的垃圾，嗯，是，就我的东西对，嗯，你们不行的东西，你想想，你像这样的一种这样的状态，我为什么说精神疾病的患者很难治，就在于他心里面，你像得精神病了，你说你怎么能让他，你怎么能让他谦卑下来呢？啊，所以你也知道了，感觉不是说咱想感觉就感觉，你知道吧？自以为意的人呢，就是本身与神为敌的人呢，神不赦免他，谁能赦免他？同时呢，他们也是他们这种敌对神状态是持续状态，他们是持续状态，不像。所以呢，我跟你讲，所以说你们想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就知道了，如果是自以为意的话，你要去认识耶和华神，说白了，只有耶和华神，认识耶和华神，认识自己，谦卑下来才管用，才管用，其他的都没啥用，因为咱也不是神，你被神打击了，被神攻击了，这个事情嘛，我们也只能说给你求情，对吧，给你求个情，把求个情，最终饶恕还是看你个人跟神的关系，你愿不愿意跟神和好，你不愿意跟神和好，谁又怎么样，嗯，对不对，为什么耶稣总喜欢说这句话，你的信救了你，说白了就是什么，你愿意跟我和好救了你，是的，你不愿意跟神和好，谁，我也不是神，谁有这么大的权利，对吧，天使来了也不管用嘛，对不对，是不是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，就好像耶和华神坐在这里，就好像天朝一样的嘛，嗯，天朝一样，这画面上天朝一样，比如说有个人得罪了神，对不对，嗯，然后呢这个像摩西啦，对不对，那你本来是那个耶和华神杀这个以色列人，嗯，摩西好像在天朝一样，哎，我的神啊，哎，请你原谅我的百姓嘛，你好不容易兼顾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，也不要杀了嘛，求你原谅，对不对，耶和华神说行，我看你的面子，饶恕，是不是啊，是的，是的那你说那摩西能说我奉耶和华的名，哎，神不杀你，那神要杀他们，你说不杀他们，嗯，你对不对，所以说为什么说那些奉擅自奉耶稣的名字违背神的法则，他们死定了，是的，就是在这里神说不认识他们，就是说是不奉耶，就耶稣的名字是不能乱奉的，就不能乱奉耶稣名字，神不参与，神也不愿意，我奉耶稣名字就好，那就好，这就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字，对不对，我指着永生神起誓，你起誓了，哼，你指着永生神起誓，那神参与的事吗，你指着永生神起誓，对不对，那神说忘了，你指着神永生神起誓，对吧，干什么事干什么事，所以很多人他不理解这些事情，耶稣的名字，奉耶稣名字是不能乱奉的，奉耶稣名字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耶和华神在我们中间，他不带我们中间怎么办，你奉耶稣名字，嗯，很多人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他就是瞎奉耶稣的名字，这个也奉那个也奉，是不是，那是不是这样，你看神家破人做，你看神家破人做事的法则，他们第一步什么，他们是做，他们知道他们是仆人身份，是向神祈求是否可以，没有说我奉耶稣的名字就干了事，必须要干，那神不干了，哼，那都不想说，我奉耶稣的名字就要好，不好吗？那不好吗？我是神不行呢，是神的大能不行呢，还是你在那胡作非为呢？我奉耶稣名字能楼到他，就我都塌，那塌不了怎么办？我奉耶稣名的山，从这个山移到这边，移到那边，他不挪怎么办？这神没有这个大能呢，
它是你的胡作非为。对，很多时候我说嘛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要去想你不要把这个奉耶稣的名字，耶和华神就必须要听你这个事儿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我们总是想这么想，好像耶和华神能给你利益一样。别忘了，他是大君王，对不对？他是坐在宝座上大君王，天使们干什么？都是在上朝，你知道吗？都在问他，都在干什么？祈求神说句话，哎，我的这个约伯怎么样？哎，这个约伯，然后大臣们就开始说约伯怎么回事，对不对？人家就是人家这样的一个这种，然后神呢、啊？你觉得这事怎么做呀？行，那么比如说，这个路西法呀，对呀，你去啊，不可伤害约伯的性命啊，其他的东西你都可以干。啊，他那路西法说行，可以，马上去，是不是？他哪能随便说啊？路西法说行，我来实验约伯，我想杀就杀，我想干啥就干啥，他能吗？他没有这种限制吗？他没有，就说你咱现在这个基督教各大教派里面的信仰什么，没有这个边框的，没有神法都没有边框，对，是没有边框的。所以说我都不用成为先知，我都知道最后那一天神绝对不会认可他的，绝对不可能的。耶和华是那咱做工，比如说伊丽莎开个公司，咱去了天天去喝茶，这就去聊天，然后完了来我奉这个伊丽莎这个公司的名字来发工资。你说可能吗？我睡了天喝茶玩，去玩去打牌，去那打麻将，对不对？我最后奉伊丽莎的名字，他这个老板就在过钱，你说可能吗？那世界上的人都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因为公司是不是有很强的规章制度？对不对？我说你看地上的事，你就能看到天上的事规章制度。你看公司的规章制度这么严谨，天上规章制度都不严谨，对不对？但这些事呢，我咱就想不通了。就是说干什么事情呢，都是任意而行，任意而行，不考虑神的法则，你的局限性，你能做什么？为什么在雅各书里面什么？你们求也没用，是妄求。求也是白求，你妄求就是什么？擅自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干事，你妄求，对吧？奉耶稣的名字过造别墅，那么就这么现在这个动作就是什么？成功神学、恩典福音派呀、理论派、各大教派什么，天天奉耶稣的名字疫情止住，他不奉，他不奉名字，祷告他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发现了什么？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就不知道什么法则，我们该求什么，对不对？你都不知道该求什么，你就瞎求，利用上利用耶和华神也不给你利用。最后呢，就是说，当你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个人早被砍，不知道死都不知道怎么死了，他死都不知道，已经被砍下去了，他死都不知道什么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动工呢，都是什么，合乎神的心意的。对吧？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要赶鬼，一定要赶鬼什么东西。那神说不赶，咱也不赶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说这都是什么？我们都是互，都是属于互相的嘛，它都属于互相的，对不对？神说去哪里就去哪里，神说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，我们不可能是随很随意干的事情。然后同时呢，你的心思意念很重要，就你的心思意念是最非常重要的。对吧？你到底跟神想多么想？你到底多么想跟神和好这个问题？是你自己内心里面是清楚的，是不是？对吧？你以前说你们对于这方面都不是，都不太了解，都很模糊，都在奉耶稣的名干的事，尤其还说方言，尤其还有人认为，在说个方言就是神共听你祷告了。是的，对吧？嗯，你说方言是什么？你用英语祷告跟用中文祷告，你说神听不听，对吧？有什么区别？很多人就是说，随便想象，奉耶稣名了方言祷告，但方言不是真方言，也不是真的，有些瞎想，哒哒哒就，对吧？
那像猫不得了的骂一声，咒骂声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他觉得挺开心的。很多的这个邪灵的方言祷告，对不对？他都不知道在说什么，其实跟魔鬼是在说什么。烟花神，你下来呀，你下来呀。那个人觉得，还没有方言祷告真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哎呀，笑死！你也不知道说的啥。你像魔鬼祷告，魔鬼是咒诅的话，你还通过方言祷告，你都不知道。天天，你都不知道咒，不断的咒骂耶和华神，啊，你还挺开心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人嘛，有时候这个对这个信仰不了解的时候，对真理不了解，对真道不了解的时候，就说他们的死亡率是百分百。嗯，是的。怎么可能活呢？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活啊！你就抓住一句话嘛，不是喊主啊主啊你升天国，而是遵循他旨意的人，遵循他法则的人，你连法则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可能活呢？是的，那连想都不用想，对不对？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做事情，凡事就是什么合乎神法则心意，合乎神的法则心意，什么事情都不能瞎搞乱搞，也不能忘却耶和华神的名，忘却神的耶和华。所以说我们很多事情就是不断的观察，同时呢，神让伪弟兄来也是这样的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神家里面有先知，因为撒白不能过来嘛，对吧？因为很多服事的时候都是我跟撒白一起，嗯，对吧？因为跟撒白一起的话，会揭露一个人的隐情，嗯，对吧？当我帮人赶鬼找个赶鬼的时候，对吧？里面这个人的心思意念。他在想什么事儿，包括神面对释放的人，都会说的。就是，嗯，都会说的。建立在神和先知上。对不对？因为有些隐藏的信息，他也不说。咱赶鬼的，赶一个月了，一个月就是神就不，但神就不愿意，咱这个，咱也干忙活。是的。对，所以说神也有神的时候，神也有神的时候，他愿意的时候。是的。不是，你要知道说，可怕的不是魔鬼，你知道吗？可怕是人心。是的。最可怕的不是魔鬼，最可怕是这个人心可怕。人心可怕。你自己想的东西就是最可怕的。谁谁知道你想什么东西？谁知道你在想，你内心想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就好像那个罗老侠，那是一直在吐，你看这几天也不吐了。本来来了快吐了一个月了，我现在好好也不吐了。你说天天吐，咱看着是，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知道？你知道？你们都知道？不知道。今天的。对吧？上大海漱洗了，他们吐了。对，他真的。对吧？因为他的心思意念，谁知道他大脑里面想什么呢？是不是？然后因为什么？他来想，每吐出一口，魔鬼出现。所以说，我说他就会罗道侠去撒白那去了。对吧？被杀了就接受了，不咱谁不知道？其实他的想法是和吃汤小肉差不多，能听懂吗？就说和吃这个饼和吃唐僧肉差不多，对吧？要吃这个饼唐僧肉，嗯，啊，不老吧？因为每天在学习真理嘛，不是真理是个捷径嘛？我就每次想着，我学真理是个捷径，你看，这就是没有意义，对吧？就他们有定义，就是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除非他把我们每个定义跟神的对接、对圣经的理解、对神的理解正确性，那咱对我们的对接很快。为什么以色列人对接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对接很快呢？就是原因，因为他们认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认识以色列。那咱现在就是说，不知道你的心里想什么东西。这个事情是我们是发现感觉我们是最难的。所以说，有时候为什么我说每次干点事跟撒白在一起就是这个原因，因为撒白可以知道这个人在想什么事儿，包括神会告诉撒白为什么这个人不得释放的原因。
所以说我们也知道，很清晰，对吧？嗯，现在给现在上来大家，嗯，照顾小雨弟，所以说现在就能对吧？有个轨迹性，你看没就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说你是缺了一个人嘛，真的有时候真的不太好看。是的。你说沈，你说沈家里面缺哪一个？感谢师傅，希望我们都能够快点持证上岗。最近都为什么教会要有这么多的那个不同的资源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说你缺哪一个吧？你说你比如说今天不一定那个，我们也干个事儿，咱干可以干，只是说咱没法知道对方的隐情，这个是我自觉知道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咱现在在干嘛？干一天也是干，干一个月也是干，一个月下来了，他现在还不懂事，他不管用，还以为神没有能力，是不是？还以为神没有能力，所以说这个问题嘛，就所以说缺了谁吧，就那个有的时候真的，有的时候想追求是我们人了，那么下来也不在，我一个人也可以去干，但是总能上缺点东西。嗯，缺不缺？缺，对不对？肯定缺。就像有的车加了油，缺了导航，你实际加油。哎，对，好心想转一圈都还不到这个地方，转一圈还不到，是我的油加的少了呢，还是我的方向盘我的驾驶技术不行？嗯，没想到方向错了，方向错了难一点，对吧？这就说缺了一点，我们人家都说没有。缺了一点，我们就很难讲。你更用不用讲了，是吧？对吧？对。因为你看，当保罗带着这个先知希拉的时候，对吧？他们俩一块去做工。那他们刚到那个亚细亚的时候，然后圣灵直接说不要去的地方，直接说不要去，去另外地方。你说没有这个先知希拉的话，他怎么不知道去还是不去？他肯定去。是的。对。你说他去还是不去？他肯定看自己的想法。他肯定按照他的想法，因为他不可能没有想法，对吧？你往前走，那么他都能知道不应该往前走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对不对？为什么说在一夫所教会，别人说教会是建立在十字架上，就是缺了谁吧，你都没法去干这个活儿，关键是就是挺难的。当然我可以去干，只是说你干的效果吧，有果效比较差一些。是的。还有就是这个，我今天看这个巴勒和巴兰，是吧？这个先知也不能凭着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当然了，对吧？神他明明这个巴勒是让巴兰去祝福的，对，结果选出了祝福的，就是他为什么不敢说祝福的？那就花钱雇他来的，你怎么我花钱我雇你，你都不干我的活儿了？神给他说啥，他说啥了吗？神给他说啥？他也。不光使徒不能任意而行，先知也一样，法则在那，对吧？那不人家花钱雇你，你就咒诅以色列，你去一次祝福一次，连着祝福三次，这个有意思，是吧？所以说他听到的声音，他怎么听？对吧？这导航你能乱导吗？你导，那你的导航就废了，知道吧？谁要啊？买个车导航到大海里边又远，对吧？对，所以呢，就是说，真的是做神家工作，就是缺什么都不行，包括辅导啊，各种各样的，他都需要，因为神家圣工其实很多了，他其实像一个公司一样，他其实很多了，也干的岗位的东西多。传福音了，有管理的，有牧师啊，管教会了，有老师，有讲道了，传道了，到后还有使徒，妈的还有这样保证神家启示别出错误。是的。那你说缺哪一个？缺哪一个？他，你觉得可以？他很就是他会在这个在做神家施工里面是吧？他会感觉到有难度。是的。他确实感觉到有难度，他没有难度的。一个人干什么，保罗一个人干什么，去干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他们还让他们再当啥牧师呢？对，对不对？还让我们亚伯罗当啥老师呢？对，对吧？还让这个先知希拉当什么先知呢？那就一个人干什么，一个人，对吧？所以说不是不可能的活儿，
这有意思，所以说看到这件事情这种全背景，十家教会里面这种做工法则啊，谁也不能缺，谁也缺不了谁，有眼睛，有耳朵，有鼻子，有嘴巴，是的，是不是？谁都缺不了谁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按照神的旨意，神的法则去做这个工就行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非常感恩啊。好，对这块儿呢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对于感恩主这个事情啊，对于神家教会感恩主这个事情，因为讲这事呢，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的法则啊，嗯，因为我们成不成功，也是在于这个人对于主要目的是合好不合好，嗯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我们只能说，像摩西一样，在神面前向给亚伦啊，跟米甸啊，给那些以色列人求情，你求情，那对不对？神许不许可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对不对？啊，对吧？是。还有其他的问题？我再体会一个，就是表面看就，但是我分享这个彼得爱他的老师，其实他按照人的来说的话，这个。没有比这个保罗比彼得更爱耶稣，这个没问题吧？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对吧？你怎么样？跟随到最后的，这没有比保罗这个彼得更这么追随到最底，还三次不认主，他们连着三次不认主的机会都没有。因为什么？他早跑了，是吧？人家你说他一起的，哎，不是，他们连着机会都没有，早跑嘛，是吧？但是他呢？按照我们自己来想的话，他是不是爱？你说人家不爱，人家爱你，但是呢，耶稣说什么？退去撒旦，是吧？他不体贴神的意思。假如说耶稣按他的想法不能成就，那么神的爱他就不能理解。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若是可行，把这杯挪去。然而，不要照我的意，照。”顺服圣灵的，就是圣。你自己觉得你爱，你就不可能认识神的爱。认识神的爱，彼得的爱，就是，知道？这个没问题吧？这个啊，就是人的爱都期望得到我想要的，按照我的意思给予别人，或者别人给我。但是神呢，他不按照你的想法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爱，你也没法。认识自己也没法前进，对吧？你只有说认识他的爱这么大，我们的无知那种爱呢很渺小。你不认识这个的话，就像一个国本来很慢没出诉苦的了，那神在诉苦，要不然人不给他说那个苦，你为什么活，我怎么体谅你，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你说吧，这是你这冤那冤，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，哼，人家不跟你说安慰你的话，说岳伯呀，这个事是我失恋你，会给你好好的，让你认识你自己到底是谁，对吧？你认识神的法则，对吧？啊，跌人的磐石只跌以色列人，不跌我们外邦人，你怎么那么得劲儿？是吧？所以说，这个人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无法谦卑，因为自以为是的时候，这个事不好办，如神啊。你再怎么表演，白费，真是白费。这所以说我也通过和牧师学习，说法比较多哈，交流比较多，也真的是感谢主的荣耀归于神。就是说很多的开启的点非常好，就你一个如实的状态，你想谦卑，你表演可以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特别的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，回过头来抵对神，你知道。他因为他自己就如神，他觉得自己好，他包容再好还是假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人吧，真正的认识自己，真正的认识神，你才得一个可以谦卑。要不然的话，你的谦卑是假，假冒的。我们别论断啊，我不论断挺好的吧？是谦卑的，你我们都不好。哎呦，其实呢，我挺好，对吧？这个话说的包装的，你要不会看，人家说的挺对啊，我们都不好，是吧？我们谁也不要过去，但是他那个意思是什么？你的真实的意思是什么？我还不错，是吧？挺得劲，但是人家不这么说，对，人家不这么说，话里面有差，你要过去自己，但是最好是自己。
我摊进去，别把我排出来，明白意思吧？你也可以说，我也可以说，但都一样，别把我排出去。没有主意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心理认识自己，认识神，反过来说也能认识别人。嗯，是的，对吧？你连你自己都不认识，你想想去，你认识别人，和你一样也会表演，你也看不出来。这就是表演。好，行，好，可以讲了。